厨房小废物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什么？打架用。这个是要这样开啊？撬开？哦，哎、欸，有些人打不开啊。啊，我问一下，它中间这个锯齿要干嘛？它让你开瓶一般的那个，啊、一般开一般的开瓶，对，啤酒的那种。哦，看一下啊。